真金嚟噶嘛？我仲要假嘢啊！咁大张龙椅啊，咁当今圣上系个肥佬嚟嘅？皇帝饶罪啊！皇帝饶罪啊！唔系你有心，唔好杀我头啊！ 大胆奴才，士兵架士兵月，同你出去斩。哎呀，王帝坐喺张凳，韦斯波一样坐得，我瞓都得添啊！唔系你估真系。揾经书啊！四十二，冇影啊！四四四四四十二，冇影啊！四四四四四四咩啦？两个字，两个字就唔系啦！四四四四，吓，皇上驾到！ 睇唔到，睇唔到，都俾埋啦！死啦！传急嚟，走！咦，把声咁唔熟咁嘅？好神傲慢，叩见皇上。 你向皇帝叩头，一样要向老子叩头啊！谢皇上，老臣今日嚟系想请皇上自苏克萨哈尔死罪。如此处罪，未免太重。皇上，老臣与忠王公贝勒大臣商议过，也自认为有二十四条死罪，按本朝嘅大逆律，理应与其长子一齐凌迟处死。 朕只系名敖少保同重大臣商议一下，何以连罪都定咗落？此事不宜拖延。苏克萨哈，佢为人奸诈，心存疑心，欺妙幼主，疑此大逆不道，当以谋反罪论。皇上，此人非杀不可啊！苏克萨哈，请受先帝回命，只不过系言语稍为激烈，又点会扯到佢谋反之说呢？佢呢个分明系以退为进之计，佢知道皇上亲政。 即系用人之际，佢竟然避咗去守皇陵，仲诽谤皇上，你奏章上面讲咩？皇上亲政，佢就不得生存。如此恶毒，即系令人发指。皇上，请准老臣之意，立即将其治罪。吴少宝，倘若朕一亲政，就将顾明大臣诛杀，你叫朕将来点面对泉下嘅先帝？ 而且天下百姓知道苏克萨哈如此罪大恶极，咁嘅刑罚，先帝竟然授以苦政重责，同敖少保你并列，咁岂不是系太冇见识？皇上不必多虑，天下百姓边个敢乱讲说话、乱讲先帝嘅不是？我一定杀咗佢。敖少保，古语有云：防民之口，慎于防川。一味高压。 唔准平民百姓讲出心底说话，只会加剧民怨，不利国家。嗰啲汉人书生嘅说话，越听就越唔同。皇上以后都唔好听，皇上要亲政，一定要立威。苏克萨哈呢个大奸臣，罪大恶极，皇上一定要杀咗佢，以振皇上嘅声威。敖少保，你系都要置苏克萨哈于死地，你到底自己有咩原因？我有咩嘢原因啊？ 唔通皇上认为老臣有乜嘢私心？正国法、清君则，老臣系为咗满洲嘅天下。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辛辛苦苦建立嘅基业，唔可以俾啲子孙拜误嘅。皇上敢问老臣，老臣唔明白皇上咩意思？哇！乜你？ 横死掂死，你住额内通杀都唔会就，点都要搏一铺噶啦！你系边个？竟然够胆嚟偷听？五老弟，你好大胆啊！竟然对皇上无礼？我几时对皇上无礼啊？你个狗奴才去乱讲乜嘢？仲话冇？你睇下拳头揸到沙煲咁大，仲唔系想打皇上啊？哼！三十苏克萨克只系皇上定夺。如果你想对皇上无礼啊，就先讲个小位置呢关先啦。 皇上恕罪，老臣无意冒犯，老臣乃赤胆忠心，为皇上着想，
绝无恶意。小鬼子，你先退过一旁。哦，胡少保，打！朕知道你打惯仗，讲嘢唔似得读书人咁斯文，就唔会怪罪于你。你先能退下，有乜嘢明日再讲啊？系皇上，老臣告退。好险，吓得你阿爷我啊！真系，小鬼子，而家你知道晒啦。奴才叩见皇上，奴才该死。奴才以前唔知道皇上嘅身份，所以先咬皇上嘅龙爪，又屈皇上嘅龙脚，同埋突皇上嘅龙胸，仲问舐皇上龙鼻，系咪咁讲噶？你讲咩龙胸龙鼻啊？朕又冇话怪罪于你，起身先讲。奴才多谢皇上。小鬼子啊，如今你知道我系皇上，你一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噶啦。其实我一直瞒住你，就系唔想你同我玩摔跤嗰阵时心存顾忌，咁样朕先可以玩得痛快，亦都可以一泄心头嘅郁结。令皇上唔开心，就系傲拜呢个奸臣啊！其实皇上武功咁好，皇上嘅师傅啊一定更加厉害噶啦，点解你唔叫你师傅打佢啫？呢件事唔系用武功就可以解决嘅。系啦，小鬼子啊，你仲会唔会好似以前咁同我玩摔跤噶？如果皇上喜欢，唔难啦，同以前一样照旧。不过你知而家你我明白嘅。不如咁样啊，以后有人喺度嘅时候，你就叫我做皇上；冇人嘅时候，你叫翻我做小丸子啊。嗱，你自己讲噶咋？大丈夫型技出咧，乜嘢马都难追。咁我而家可以放心啦。咁你先翻去咯，我哋明日喺练功房再见。死若会，不见不散啊！诶，小鬼子，今日嘅事记住，千万唔好同人哋讲。一定一定，再见再见。